5点的时候，我跟 Amanda 跟 Charming 就是走出来了。可是这中间我们也历经了一些搜身啊，然后检查行李啊，然后还用什么化验毒品的东西，然后化就是查我们的行李箱，然后还去小房间，还去小房间，对，一路等等到八点，我8点才出来。我们今天要去北海道，好开心哦！出发之前还拍了护照的照片哟。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？我想不出来了。我们看30分钟之前的画面。他带到旧的护照，好疯！我觉得他根本就来不及。现在已经7点了，他回去8点，我8点半的飞机。哎，我们要乘船出去。对，我们现在要，我们现在要悲伤的离开。从陆子英小姐似乎想要取消这次的行程。我现在要去北海道，然后我带上旧的护照。我们改长荣啊。不可能有这种事吧？花钱。有人在炫富啦，有人在炫富。我们昨天还在讨论说，带书画去不书画，然后摄影去不摄影。不要不要，我全部改。全部改。我全部改。到那里还有巴士的问题，就行李这样子，我觉得太恐怖。那我反正我都要改了，我就干脆全部改。那好贵！我不是这种会做。昨天讲的今天都中了。我不可能。好有这个张力哦。我好受挫的。我觉得蛮好笑的。他很会做节目。我只是觉得好贵哦。我们上一些那个收银机的营销之类的，比如说我这一趟连机票我都不用自己付了，谢谢赞助商，哎呦，不叫检查，他早上不是有叫我，我已经有叫你带护照了，我说带了，每天我说哎要拍，不可能还要怪别人，这个自己要是知道的吧？你没有提醒我，所以你那个钱要分付一半，钱要付一半。屁呀！我们第一天就花了多少钱了呢？15万，金这里要有一个那个钱这样嘣出来，就华航丢掉的钱，但是长荣新买的还没有算。Yes, exactly.谢谢，谢谢黄露子英。本节目由黄露子英独家冠名赞助。真的独家冠名赞助，好酷哦！你为什么还不去买早餐？因为我在等你买早餐回来啊。借我钱，好心的大爷啊！谢谢谢谢，我是来请小南门，谢谢。小的不是大的哦，小南门。3点比较便宜啊，好。谢谢请我吃早餐，真的很开心。你 是应该表示一些什么？那台车已经是他的礼物了。现场颁发一个小红包，也是压压惊。啊，但我也只剩5000，算了，没有了。反正有一台车啦。啊，身边真的是要有一些这种好的朋友，好的工作伙伴。去北海道耶！现在是晚上10点，下午3点落地北海道，就发生了一连串很可怕的事情。5点的时候，我跟Amanda 跟 Charming 就是走出来了。可是这中间我们也历经了一些搜身啊，然后检查行李啊，然后还用什么化验毒品的东西，然后化就是查我们的行李箱，然后还去小房间，还去小房间，对，一路等等到八点，我8点才出来，
现在桥还没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看那个海关口，因为刚单点就是从那边出来的。嗯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有找了一个附近的行李拖得到的地方先入住，就是没有办法到 Club Mate 这样子。然后你刚在里面发生什么事？因为最一开始我跟巧涵是在同一间房间，嗯，然后就先说哦，因为气如犬闻到了我们的行李之后是有反应的，对，所以按照规定他们需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行李。然后我们想说哦好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带围巾，又进来了一个人，他会讲中文，嗯，对，然后就跟我们说我们检查完第一次行李了，但是不好意思，就是男生跟女生要分开，所以我们接下来两个人就被到了分开各自的房间。然后这整个过程呢，他们的手机都是被没收的，都是被没收，所以我们也联络不到他们俩任何一个人。然后我的每一颗，比如说感冒药啊、过敏的药啊，然后维他命，他就这样一颗一颗这样摆在那个蓝色的布上，要我解释给他听说这个是什么，然后跟你什么时候吃，你每天都吃吗？那每天是早上、中午、晚上都吃吗？还是什么时间吃？这样中间要喝水跟上厕所呢？想喝水之前，我就先说我想要上厕所，嗯，然后那个海关的人就说哦可以啊，你可以去上厕所，但是我们要先检查你的身体。我就想说搜身应该就蛮就是一般那种，嗯，然后他就说没有，要全部脱光。你说连内裤了？对。所以他刚刚走出来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在那边等他，等大爆，快一走出来，走出那个海关口，然后眼泪就掉下来，我们真的是，因为太恐怖，心都碎了，然后因为在里面真的太恐怖了。最后找到什么？最后找到就一个精油跟那个香氛机摆在一起，然后还有圣木，因为我们常常出外景，哦，对，出外景，他就先问我那个木头是什么，然后我就解释给他听，他解释完之后，他就会说，那你为什么要带这个？然后你什么时候？反正就是一样，就一样一样的问题又再问一次，这样。他就问我说：“那你介意我拿这个精油去化验吗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不介意啊。”然后化验之后就在那边空等，然后回来之后他就跟我说：“因为可能在我们吸那个精油，然后装到新瓶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有毒的物质已经挥发了，所以我们没有验出有毒的东西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有疑虑的东西。”就他觉得他不能让我带着那个东西入境，对，嗯，好，他就说那可不可以丢掉？我就说可以，然后他就说，啊，就希望以后你入境日本不要再带类似的东西了，他就把护照还给我，然后手机这些东西还给我，然后我的行李就这样整个这样推出来，这样，然后所以我才出关，然后现在已经10:15了，乔恩还没出来，很离奇，然后这件事情太离奇了，只是我们三个来。还有一间 Lawson， 那行，这个 Lawson 是我们相依为命的 Lawson， 我们的晚餐就在那边吃了。谢谢这个 Lawson， 谢谢 Lawson。整一整天下来，就会发现其实早上带错护照可能是小事一桩。绝对是，命运多舛。对，很多就是命运的吉他声。你现在没有学妹，是因为她昨天晚上没有睡觉，她现在嘴唇刚刚已经发白到不行了，现在我要吃个东西回去睡觉。好，先到这边，我们再等一下巧涵。我们今天待在机场第几天呢？第三天，真的是机场哦！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真的还在机场耶！第一天因为发生那个惨案之后，本来这趟要去那个 Club Mate， 他们的人员就帮我们协助订了这一间，而且这间就是很赞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从国际航线走过来这边只要5分钟。其实这间饭店我们真的蛮推荐的，算是机场饭店的豪华版哎。你看它里面空间就这么大，双人房，来，空间这么大，这边还有客厅哦，然后空间这么大。然后重点是房间里面本身就已经有浴缸可以泡澡了，然后楼下还有个大澡堂，然后大澡堂非常高级，桑拿，冷池，然后对，还有健身房，是好的，高级的。然后8楼还有 bar 啊，对，还有 bar， 对，我们没有去，受伤的身心灵过来，就是这个时间是很可以立刻被安慰到，而且柜台人员又是台湾人，然后看到我们这样，
是露露吗？然后我就说，终于有台湾人了。然后一边办去给他讲，我现在还是很兴奋呢。然后就说，可是我笑不出来。我真的脸是垮下来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去办 check in 的时候，乔航还在里面，我们心情地狱到不行，因为已经那时候已经迈入第九个小时了，所以我们是很崩溃的。这个饭店，大家真的可以来住一下。就如果你们也在海关被关起来，不要，再见，烦死了，哎，拜拜。哇，立刻转向啊！这间饭店真的是推新，五颗星，五颗好。我跟你讲，整个新千岁空港，我们留下最好印象就是这个饭店。没错，这饭店就是赞。哇，真的是历经了千辛万苦。哇！往左边那一走就可以走回来住了。哦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跳闸了，对，跳闸了。什么事情都遇得到，真的，真的，没怎么会这样？请问这一行人发生什么事情？请问我就问了，是谁在赛？哎呦！